这个品牌有48年的历史，它是在1976年开始，那在洛杉矶威尼斯海滩叫做 Muscle Beach， 美国最有名之一，在健身行业也是最永久的之一。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分享给大家，这个并购包括美国这个品牌的经营权、品牌的所有权，还有全球的加盟系统，今天是属于我们台湾这边。世界上有多少国家，我们会去开发，让它陆陆续续透过我们的系统还有资源把版图扩大。非常高兴正式宣布，我们对美国 Walgreens International 的并购已经正式完成了。